一禅啊，去火炉那儿再添点柴，这天是越来越冷了，为师暖和一下还要出去的。一禅啊，一禅。这怎么回事？啊，没什么。拿出来。这是个啥东西？师傅消消气，不生气。师傅，你那天说大和尚应该宝相庄严，从容不迫，衣着仪表也要注重的。那是像为师这种。所以说师傅的脚很大，我特地做了一双大号的僧鞋。师傅，我不该弄乱房间，乱涂乱画。没关系，你缠着礼物师傅喜欢，今后天冷出门就不动耳朵了。一禅啊，快起来跟师傅下山。好。阿德，你脑袋上戴的什么东西啊？保暖。呦呦，是小孩子玩的布老虎。好看。